召开定期会，县长王惠美施政报告被说成是照稿朗诵。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六都的成立，区域发展失衡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。县长低着头，一字一句慢慢念，还搭配抑扬顿挫，只是看看台下议员，听着听着也低下头，没低头的把头抬高高，面无表情盯着天花板猛看。报告的时候才按着你的逐字稿去念，我可以请县长回答一下，说你到底对这本施政报告有没有看过？我重点有看过。时代力量议员吴伟达看不下去，问县长到底对这一份报告了解多少？王惠美很诚实，坦诚重点有看过。你大概给自己给这本施政报告打几分？嘿，简单的就好啦。这个是应该议员给我们指教了，议员打分数了。听到要对施政报告打分数，王惠美还笑了出来。只是议员痛批施政报告根本不及格，里面大量重复贴上。我们去统计过，里面大概有近1/8的项目是用，换句话说，或者是第一段把它移到第二段，第二段改到第一段。议员他的建议我们也会虚心接受，毕竟现在的人比较没办法说把这个文章从头看到尾。王惠美上午出席活动时回应，对这一份议员眼里不及格的施政报告会虚心接受，只是报告冗词赘字，拿旧报告复制贴上被抓包，难怪挨批。三选时数罗颖杰转化报道。